挑战无表情，无表情变化，生吞柠檬是吧？一个小柠檬啊，之前买东西的时候赠的，好几个放冰箱里边了，一直都没敢吃过。哎呀，好吃吗？我看他们那些挑战的啊，就是，哎呀，那个，哎，那个脸呐，是吧？叫，哎去，还没剥开呢啊！等我剥开，这一期就算是一个挑战了，我只是偶尔挑战一下而已，是吧？我再剥啊，我先说好了，我再剥。啊，先不舔的。嘿，你这么这，哎呀，看好啊，要确定自己是真实的，是吧？哈哈哈。我的个妈呀！哎呀，我感觉我的一世英名要毁在这玩意儿身上了。就柠檬它很酸嘛，我就以前啊，偶尔那种喝那种饮料的时候吃到过那种柠檬片儿。当时就觉得真的看着就酸，而且吃起来也很酸，啊，看着了啊，不大是吧？就这么大点儿，弹幕里边打个666，挑战这个无表情变化吃柠檬，哎呀！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开始挑战无表情，无表情变化，生吞柠檬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谁发明？不是，谁发明这玩意儿？啊？不是，这谁？这挑战吗？哎呀，应该没累吧？啊，应该还好。就那种从脑袋里边嗖一下就冲上去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先这样。